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 A 是等于这个啦 ，B 是等于这个，那么 A 三次方加 B 三次方等于多少？我现在给它分母有理化，我上下乘一个根号三减一，我这乘一个根号三减一，啊上面呢再乘一个根号三减一，那这一乘的话刚好是二嘛，这个平方减一的平方嘛。三减一刚好是二，所以这个刚好消掉，所以这是根号三减一啊。那一样啊，这个应该是根号三加一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把它乘以哈，根号三加一，再乘一个根号三加一，那这是二嘛，二跟二约掉，所以这是根号三加一啊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。A 的话就根号三减一嘛 ，B 是根号三加一，所以是根号三减一的三次方加上根号三加一的三次方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哈、哦、就是你用那个三次方展开嘛，这个、啊、这个是根号三的三次方，啊减掉三 A 平方，把这根号三的平方。a 平方 b 再加 3ab 平方嘛 ，ab 平方乘以1啊，它再减掉呢 ，b 三次方一的三次方，啊，这个是加的话，这里全部是加的，或者是根号三的三次方加三根号三的平方乘以一。再加三乘以根号三，乘以一的平方了，这有个平方，减一的三次方，啊，你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的话哈，这是加的，这负的跟正的消掉，这消掉，所以剩下这个，这个加起来是两倍多少呢？这个根号三的三次方是三根号三的，三根号三，啊，这个加多少？加上这也是三根号三，所以是六根号三乘以二，六二十二，十二根号三。所以这一题答案是十二根号三。